山路途行远路，桥头的水直流，声不息问太庸俗，相逢几里青木，夜哭不忍睹，他只佯装有人，等着这些心有人不。笔尖落幕，他朝廷不口老嘀咕，远行的人啊，是否踏上归途？剑子如君来是否如初见？从一面月楼，唯独离别处，他头盼着有人点着报安心，有人输。